近日，邓超领衔主演的电影《再爆》幕后特辑，邓超在影片中饰演男主角，在幕后也经历了很多，堪称从影以来的首次体验。其中，为了展现男主放手一搏、吃下保护证据的避孕套这一关键情节，拍摄时，邓超在判断糖制道具上镜不够真实的情况下，当机立断决定使用实物进行拍摄。而且为了拍摄不同机位，邓超也不止一次重复吃下避孕套的动作。邓超这一举动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，超哥为了拍戏真的是豁出去了。吃避孕套，这边拿出来吃，在袋子里还以为我们有奖。开始，来真的吗？没有问题好吗？这还有问题？这个，但我觉得这就是放不能干出的事情。邓超拍戏敬业早就听说的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会这么认真。而此前邓超为拍戏暴瘦，走路都要孙俪扶着，如此敬业的超哥不得不让人佩服。